陈妍哪会变到安尼啊？我已经忍几天啊，即摆咱敢会当好好讲啊？我真正毋知影你是安怎要去针对尚豪的。我当毋是针对伊啊。即摆才只有咱两个，你无需要阮骂话，而且咱嘛讲好啊，袂当有秘密啊，敢毋是？我无啥秘密，阮骂你。哪呢？是安怎要迫害尚豪变到清风物流？你较早明明就甲伊就好啊，伊阁做伙咱的伴郎诶。日晴，你敢知影？照同好这款的初心，会用甲咱做朋友，已经算是好命。你哪会安尼讲啊？本来就是，我真正感觉，伊这个七头囡仔，敢拼又阁讲义气。而且做生意原本就要认识真多人，我甲伊做朋友，这是真单纯理由。啊，不过伊即摆已经不是佚佗囡仔，而且伊是咱的男朋友，以后嘛会是你的。不过伊已经威胁着我。自细汉，妈就把我当作是勇士才扮演的栽培，要我加学习，袂当过算。我是伫这样严格环境大汉的。刷落来，我就甲爸借钱，创立千里物流。到即摆有遮尼好成绩，谁毋知影我是勇士的少年党？你敢知影？我歹偌侪压力。这甲赵尚豪有啥物关系啊？因为这是我头一届输，输好其他集团的千金，还佫公主都煞煞去啊！是安怎我会输好同好即款的人？我王振燕想要并购多一间公司，我做袂到的。是安怎清风物流选伊无选我？我唔甘愿。你哪会变到这么偏激啊？变到我拢底摆无熟悉你啊？还是这才是你的真面目？你是我的太太，那你对我讲这款的话，你应该支持我才对。不过我无法度支持你。红酒的代志是我拜托人脉斗三工的。结果咱出包，你说早去怪尚豪，食物银行的代志嘛是，你想嫖妓玲还霸出面去打嘴，即摆你搁安尼，王振燕，你是爱我安那第一人面面头前威好你啊？其他代志都说出去啊，清风物流这件代志，我完全起来知，你人甲人面讲，是同好无能力，无做条跟我同款逆转胜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啊？为甚物呢？爸拢为何走散，何为何干安尼？敢讲你无愿意支持我？我如何？你愈有面子，敢不是？你抢别人的生意，我是要怎有面子？想要抢别人的生意？我受过这么辛苦的机会，就表现给爸看，结果你每场拢讲我做唔对啊！我哪讲都无路用，凊彩恁啊！遮久无运动啊，我规身骨骨头干若要散。阿姨，这是要配上红酒的订单，你等一下把酒传传的，好一个物流的人来摕。好，遐红酒免配上。喂，王振燕啊，你今麦是挑故意要针对好一个物流的，是不是啊？阿姨。不咯，我讲的话你应该听。你来了对我好，我有话想要问你。你是安怎要安尼走？是豪杰物流先砸电话的。而且赵尚豪有啥物在听？伊拢是靠伊辛苦拼几年家己斗相共。我著切断遐个帮助，看伊有偌厉害。振燕，你是真正甲同好咧结气？唔是结气，
伊根本无资格甲我谈。凯哥，这种会出恶报的人，你莫甲插。若是阮客袂过甜，伊绝对是百分之百听话。阿信，你即马得等阮客袂来，去状况。凯哥，你一定要想清楚。好，我会照做。嗯，我过来，你无袂记哩，阮客袂对你有问题，那呢，都麻烦你。无我讲苦了，你为什么会答应这么离谱的要求啊？啊，你对童话太过不公平啊！我答应过你哥，会好好照顾，甲保护郑燕，毕竟郑燕是你哥最快听到的亲家。啊，唔过童话。但是已经决定了，也来了。同好一边，家己应该解释。不是啦，大爷。过来。你特别找我来，是因为昨配送促销的代志啊？无毋对啦，我着知。我的员工甲我讲哦，昨伊摕红酒的时阵，你有人甲讲，迄配送订单促销啊，到底是啥问题啊？来啦，先坐啊，饮一杯再搁讲。我骑车袂用饮酒啦。嘿，不咯，今仔日交钱啊，有啥物代志你着直接讲啊，无要紧哈。是的啦，可能阮的红酒以后无得阁找恁好姐夫来配送啊。我是为虾米？因为最近我常常收到人客的投诉，恁该知影，我交予恁配送的拢是上佳国际的红酒，伫配送的过程袂当有任何失格差。但是恁最近配送的品质，确实是退步啊！啊，这哪有可能啊？阮咧配送的时阵，咧温度拢有监控啊，用 A P P 拢看会着啊。无安尼啦，你甲我讲哦，那客诉的订单是倒一个，我即马 A P P 查出来，你看。免查啦。跟我配合的，大部分拢是安尼记的。兄弟人讲的是啥物？是气氛，是起毛钱，不是数字。欸。嘛袂当因为起毛子就讲是阮的问题啊，假使真正是阮的问题哦，嘛要让我知影原因啊，至少给我机会会当亲身认识你着。无需要啦，因为遐个人家甲我讲，若是继续找恁豪杰物流配送，都无要甲我做生意，所以我今仔找你来，是要甲你解除合约。解除合约？我知影你做是我费用。就我唔对，这张支票内底是应该付我你配送的钱，啊，佮违约金，我有记加一点啊，希望你会当体谅。卡叔真正是阮配送的问题啊，这钱我根本就无理由收。你着看伫个彩色的份上，把支票收起来。就是看伫个彩色的份上。这违约金哦，我着卖啊！啊，佮我配送的钱哦，就当作是补贴你的损失。
啊，无代志，我先走。唐浩，啊，阁有啥物代志？虽然讲无法度做生理，但我是希望咱会当继续做朋友。那是当然啦，公安公司、法律，我会转去检讨阮配送的流程啊，希望以后还阁有机会当合作。 照顾伊个后生，我袂当无做较够啊！俊彦，同学个代志我已经处理好势啊，对安尼。 有想啊无？安怎啦？请你无想要看到我？哎呀，咱俩嘛想片啊，安那是无赶紧哦，回忆心情较好嘞。咱以后的日子哦，歹过。你有新欢都袂记得我这个旧爱啊？啊是讲你伫现任女朋友面头前都无想我这个前女友？因为我只有一个足精彩的相片诶，互你做一个哦，全台湾最美的贱女人。 唔知高丢敢有介意吼？我若是团后一看吼，一定足好耍诶！团出去啊，方圆圆甲咱偷翕相片啊，而且伊甲相片传到肯去啊。我知啊，我伫富贵，我去处理。肯去已经要等伊办公室啊，你倒位？你哦，准备和人去浸池浪？肯，你不爱我，那我的爱你死。 讲出心内的情分，又惊拆伤痕。让你听见我的心声，只因我是个平凡的女人，希望予我保护你受伤的灵魂。